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 Parker 的 Cherry 啊。咁唔知大家咧中唔中意感受田园生活呢？咁今日咧就会同大家分享喺科大附近嘅清新地农庄啦。佢咧就可以睇下小动物啦，同埋试下耕种嘅。咁一家大细咧假日去咧就最适合啦。清新地农场咧系唔可以免费进行参观嘅，要参加呢一啲嘅活动咧先可以入去。咁佢每个月咧都有唔同嘅活动，呢一个系十月份嘅，俾大家参考一下。因为每个 package 咧就有唔同人数嘅要求啦，咁同埋咧我又想早啲，所以咧我就拣咗套餐 A 啦。之后咧我哋就整香草茶啦，咁香草茶咧就会有香茅啦、薄荷啦同埋蝶豆花。咁蝶豆花落完之后咧，杯茶咧颜色会变到蓝蓝地色咁样咧，都好得意嘅。会唔会即刻变蓝色嗰啲茶？啊，蓝色啦！你睇下蓝色，我杯茶而家变咗好似漱口水咁。之后咧，我就整披萨。你等披萨焗熟嘅过程咧，其实你系有好多嘢可以做嘅，又可以睇下山羊啦，参观一下农庄啦，亦都咧可以玩一下呢一啲嘅游乐设施嘅。跟住就食披薩啦。呢度個享受就係聞住嗰陣草香嘅時候，係啊，有羊。饱满啊！我嗰个右边嗰个系我嘅，好似馒头啊，好想咬一啖。